所以前面几间，所以我真的前面几间公司就真的太诚实了。所以我前面真的，所以我真的前面几间公司真的太，所以我真的前面几间公司太诚实了，真的。他还问你，所以我真的前面几间公司太诚实了，我直接回答，我对这间公司的意愿只有60-70%吧，那这根本不用说了，这肯定不会录取。所以在面试的时候，老实的人非常吃亏。你一定要把它讲的好像哇，很棒很棒。所以在面试的时候，所以在面试的时候，非常老实的人就非常吃亏了。就你讲真心话，其实不是他们想听的。那你的 offer 拿到的机会就低很多很多。